而家轉睇下，翻返嚟香港，上水發生相思命案，一對母子被發現倒閉喺單位入面。現場係彩園路寶石湖村碧玉樓。下晝兩點幾，保安發現一個單位傳出異味，於是報警。消防到場破門入屋，發現兩個人分別倒卧喺客廳同埋睡房。經救護員檢驗之後，證實兩個人已經死亡。初步話死者係母子關係，分別年過100歲同埋大約係60歲，身體並冇表面嘅傷痕。警方會將兩個人嘅遺體移送去到殮房，等候驗屍確認死因。